我该去哪儿啊？哪里才是雅妹的真正归宿呢？这个信封是个救命的锦囊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千万别打开啊！赶快走吧，要是让他们发现了，你可就麻烦了。是个哑巴，你饿了吧？我去拿点吃的东西给你。吃吧吃吧，没事吃吧。姑娘，你家住哪儿？怎么睡在我这门口啊？是不是跟家人闹别扭了？外面千好万好，没有家的好，日子是过出来的。你要赶紧回家，不要待在这里。一个姑娘家在外面 不安全的，赶紧回家，回家，回家吧，赶紧回家。哎，哥们儿，看看来过小姑娘。哎，长得还挺漂亮啊。哎，小妹妹，早饭吃啥东西啊？过来，我请你到饭店吃一顿。呵，还不理我。哎，小妹妹别害怕呀。哎，哥们，把你那东西，别累着小姑娘。宝宝，别累着小妹妹啊。哎，干什么？来来来，哎呀，挺厉害。哥们，挺厉害。哎呀，哎呀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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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呀？是萝卜还是满仓啊？大话呀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哟，雅妹，哎呦，你怎么又回来了啊？你这一回来，那我该怎么办呢啊？真是个病中的小冤家，你回家去啊，回你的老家去，回去回去回去。回去！我的妈！好好好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起来！你看你弄的这个样子，这才十几天，走走走，给你换件干净衣服。坐。换上了。我去给你打点热水啊。
你看你，上次撞的都结疤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的镯子我已经帮你粘好了。赶紧吃吧啊，别疑神疑鬼的，早点睡，我在堂屋睡啊。